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壢過林從化區透天金店面。现在我们位置在它一楼的店面。现在我们往里面，好，这边是一楼的楼梯间，旁边是一楼的卫浴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楼的卫浴间。现在我们回到一楼的楼梯间，我们先来看一楼的后面，这是一楼的厨房。现在我们回到一楼的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上二楼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二楼的楼梯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二楼的次卧。这里是二楼的次卧。现在我们再往前面来看二楼前面的主卧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阳台。好，这是二楼的前阳台。好，我们回到里面。好，我们回到二楼的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二楼的后面。这是二楼后面。我们来看二楼后面的走道。好，我们来看二楼的卫浴间。
们退出来。回到二楼的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上三楼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三楼的楼梯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三楼的后面。这里是三楼后面的主卧。好，我们来看三楼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三楼的主卧，回到三楼的楼梯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三楼的前面，这是三楼前面的次卧。好，我们直接回到一楼的店面。